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会议时间，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之内容，请宣读。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于7月26日星期二至7月29日星期五期间会议时间之延长，拟请院会同意于7月26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三、7月28日星期四，每日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均继续开会。7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6时之会议时间，再延长至7月29日晚上12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我们就通过民进党的提案，我们就通过啊。我们现在来处理，就是从现在到礼拜五的晚上12点。啊，从现在到礼拜的晚上12点啊，啊，现在报院会现在进行我们第1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请宣读。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有鉴于非营业基金设置之初虽有其目的与必要性，为近年来政府财政拮据，非营业基金规模却日趋庞大，且部分非营业基金作业效能不彰，或其作业功能与设置宗旨已未尽相符等因素，及近年来各有部分政务支出逐年已有非营业基金负担之情势发生，企图借以减缓总预算成长之幅度，实有碍总预算之控管及审议。附据财政部国库署统计发现，非营业基金举债未满一年之短期债务金额规模庞巨，并屡屡与中央政府普通基金短期债务规模。此外，审计部亦为此分别于102年度与103年度审核报告中提出审核意见，指出部分非营业特种基金连年举债高额短期借款，以支应长期所需资金，债务管理制度尚待完备，及部分非营业基金债务余额仍属庞巨，债务负担沉重等问题。综上，鉴于非营业基金之设置仍多是由公务预算拨补之基金，显然其债务最终仍由国库承受。虽然公共债务法对非营业基金之短期债务余额上限未有法律上限之限制，但为避免非营业基金之短期债务与借短之长方式融通，形成扣管漏洞，变相隐藏长期负债，恐对国库造成不小之财政冲击，衍生政府整体财政与影响国库财务统筹调度之运作。原此为为政府财政健全，特要求行政院应针对非营业基金就相关举债规模上限积极研提有效具体之控管机制，对非营业基金之短期债务规模订定严格之规范拘束，并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至立法院。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为为政府财政健全，特要求行政院应针对非营业基金就相关举债规模上限，积极研提有效具体之控管机制，对非营业基金之短期债务规模订定严格之规范基数，并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至立法院议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好，现在针对第15案，我们来进行处理。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6人，赞成10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64人，赞成10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针对第15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徐委员国荣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第15案，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5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提案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15案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9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十六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只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非营业基金举借未满一年之短期债务金额庞巨，并逾越中央政府普通基金短期债务规模及财务风险时不容忽视，然公共债务法却未有相关上限法规，未尽周延，并亦形成控管漏洞。行政院应确实依本院决议，积极研谋有效之控管机制，以为财政健全。接着宣读立法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非营业基金举借未满一年之短期债务金额庞巨，并源于中央政府普通基金短期债务规模其财务风险时不容忽视，然公共债务法却未有相关上限规范，未尽周延，并已形成控管漏洞。行政院应确实依本院决议，积极研谋有效之控管机制，以为财政健全一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主进步党及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十六案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9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10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十六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陈委员欧博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针对第16案之表决，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慢立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第16案重复表决，出席63人，赞成9人，反对53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1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央政府部分非营业特种基金近年持续编列之业务计划预算，和有连年执行率过低，甚或均未执行之情势，实不宜放油任王。按中央政府特种基金管理准则第13条规定，各特种基金之主管机关对所管各特种基金之运用情形，应切实督导考核。原要求各该基金之主管机关应切实负起督导考核之责，深入检讨该等业务计划预算执行率过低或无法执行之成因，并妥予改善。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由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那么，针对表决，民主进步党及国民党党团建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3人，赞成9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
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 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针对第7案来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7案，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由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17案重复表决，出席65人，赞成9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18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之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
首先宣读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部分特别收入基金缺乏独立特定收入裁员，而多仰赖国库拨款，且属性偏公务功能，不适用预算法第四条特别收入基金相关规定，要求自下年度起应改编列单位预算或予以裁撤。另基金管理机制必须建立随收随付制，强化使用者付费征收与费用控管，以健全基金财务。接着宣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部分特别收入基金缺乏独立特定收入裁员，而多仰赖国库拨补，要求自下年度起应改编列单位预算或予以裁撤一案，建请删除本项提案。宣读完毕。针对第十八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64人，赞成8人，反对5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务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务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十八案重复表决，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针对第十八案开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八案，出席57人，赞成9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针对本案，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18案之重复表决，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我们处理第1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特别收入基金接受同类型基金之补助及委办计划纳入预算，编制整体财务报表未予冲销，需增特种基金规模，以造成相同交易事项账务处理不一，且不续特定收入之基金仍予存续，嫌以混乱政府预算体制，为避免其他机关相继援引仿效，要求相关主管机关检讨导正。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好，由于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9案点名表决，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邱委员议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62人，赞成8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9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9案，出席63人，赞成9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9条，重复表决，出席62人，赞成8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20案，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有鉴于近年来我国劳动环境之保障日趋低落，为促进劳动环境之健全，故提出下列3点要求：一、针对行政机关各部会劳动派遣劳务承揽居高不下之情形，中央政府非营业特种基金运用于劳务承揽经费之预算编列仍逐年增加，政府应当厘清两者之差异，并订定相关规范，且严议逐年下降比例，以维护劳动权利；而现行基本工资制度缺乏完善之审议程序制度，且未能反映经济现况与满足劳工生活基本需求，劳工工作报酬之最低限度应维持本人及家属符合合理生活水准之规定，并落实宪法生存权及工作权之保障，确保最低工资得使劳工维持具有人性尊严之基本生活，促进企业之公平竞争与经济之健全发展，尽速推动最低工资法之立法，系政府之责任。三、我国医疗环境恶劣，造成医护过劳、四大科皆空等现况。然而，医师纳入劳基法已是多年来医界的高度盼望及诉求，政府应当尽速拟定相关法令修改，推展配套措施，针对上开要求，原要求行政院责成劳动部、卫生福利部等相关部会共同研商，尽速完成相关法令修订。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来，啊，谁有异议？没有异议，照案通过。来，下一案。请宣读第21案民进党党团提案。查2015年6月17日教育部及劳动部分别通过专科以上学校强化学生兼任助理学习与劳动权益保障处理原则及专科以上学校兼任助理劳动权益保障指导原则作为各大专院校兼任助理之学习及劳动权益之准则，然两原则实施后却纷纷出现大学各自认定之情形，造成假学习真雇用之乱象。纵使兼任助理工作具劳动部专科以上学校兼任助理劳动权益保障指导原则之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且不具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强化学生兼任助理学习与劳动权益保障处理原则之课程学习及服务学习之要件，各校却仍以学习作为名目，将兼任助理近似划入学习型，滥用学习型助理之情形，影响兼任助理之劳动权益甚巨。又查大学企图以各种方式将兼任助理全面学习化，可说罄竹难书。实际案例概况如下：一、国立政治大学劳雇型助理之薪资及学习性助理今天有明显之落差。以硕士级为例，学习型助理每月可得7500元，劳雇型则仅得6000元。除造成同工不同酬，特意引导学生选择成为学习型助理，亦有将劳健保费及劳退金转嫁劳雇型助理之嫌。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要求欲聘请劳雇型助理之教师，需签署切结书，要求教师必须负担因聘任劳雇型兼任助理而衍生身心障碍者禁用不足之超额补助费。此外，该校更将原为工读生所属之工作事项，以行政学习之名义，将早已确有劳雇事实之工作转为学习事务。三、国立成功大学之单项劳务规定，仅要求学生仅能申请一项劳雇型兼任助理，限缩兼任助理劳动自主。凡此种种，皆以严重强害兼任研究助理之基本劳动权益。原要求劳动部及教育部应于2周内邀集科技部相关工会团体、学者专家及大专院校代表等，召开两原则检讨会议，以检讨两原则施行至今所衍生之诸多问题，及研议将全数兼任助理纳为劳雇型助理之可行性后，于1个月内提出相关检讨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第22案，请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现行各类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系依《灾害防救法》第48条授权各业务主管机关定制，但救助金主要是对遭受灾害的人民给予生活上的救助，本应属社会救助的一环，且其发放在地方政府也是由社政单位统筹办理。基于国家灾害救助资源整体运用，中央各类灾害救助不应散落在各部会，造成地方政府和人民无所适从。原要求行政院灾害防救办公室会同内政部及卫生福利部共同协商，于3个月内完成相关规定，并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那么报告院会，我们针对通案的部分已经处理告一段落，那我们现在休息1个小时，让大家用餐，让议事人员也可以用餐。我们7点钟开始开会，现在休息。